港指南之战斗爽，出自英雄联盟中的英雄赛恩的台词。战斗爽。赛恩的背景故事是诺克萨斯战争英雄，即使是在死亡状态下，他也是一头无人可挡的巨兽，所以只有战斗才能让他爽。而之后 UP 主德玛西亚最后的荣光将这句台词加速之后，就像是叠了羊刀一样，听着十分魔性洗脑，到最后甚至有一种开拖拉机的感觉。和酒桶的台词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一样，也是听着十分魔性。哦耶，来一杯吧。哎呀，都时间到了，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。我喝酒时唯一遇到过的问题，就是不小心把酒给弄洒了。而这句台词魔性的语调也符合现在年轻人发疯的日常，让这句台词迅速火了起来，成了大家的另一个发疯文案。之后在一些赛恩的集锦视频中，如果没有出现战斗爽，总会感觉少了点什么。战斗战斗爽长按点赞有惊喜哦。